哎、啊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看到你了。嗯、啊。看到你了。你这样看就知道在哪里啊？对啊，这是我的地盘。啊，要跟他们会合吗？要我是吗？啊？是吗？因为想说，等一下要拍两部影片。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干嘛？他们现在那么近，我的脸会不会很大？不会不会，你不用担心。喂，真的很大。嗨，各位，我的这个额头上的痘痘很明显。你应该不会嫌弃我额头上的痘痘吧？我刘海打开了啦。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先去买那个记忆卡，对，因为我带着 GoPro 记忆卡没有带到身上。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所以在一楼吗？健身房。好，那先去五楼看看，反正等一下跟他们说一下就好了。你不要学人家戴戒指好不好？你才学我。低头蛇带路。OK， 各位，那个一楼他跟我说，我这样在他旁边这样拍，好像都没有拍到我的穿搭。那这样子直接这样拍可以吗？他说我都没有拍到他的穿搭，然后我以后跟他走路哦，这样。OK， 各位。好，那行。因为我们进门就是要等你的啊。他到哪里都要照镜，你先进去。好色情的小空间哦，粉红色的。OK。有没有两枚五十元？各位观众觉得要哪一种呢？哎，这个颜色。你喜欢粉红色吗？好，粉红色好。让大家看一下。好恶心哦！看，它是我的行动背包，给我吧。我来帮你背背包，就等你这句很久。对对，OK， 照片得到了。OK， 我今天是行动工具人。等一下我们先去滑滑轮，我们来比赛，输的怎么样？我不会滑轮。你不会？你不是有去过吗？去过，但我不会滑。好，没关系，等一下我教他。这个刚好我专业，结果等一下去我跌的狗吃屎，你会不会叫我？哦、我专业啊，我可是第87届滑轮冠军呢、欸。你的表情很怀疑这位小朋友说想要逛这个玩具反斗城。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他多夸张吗？他跟我出门他一直看别的男生。你这样可以吗？你这样可以吗？看一下他嫌弃耶，他嫌弃我。那你今天给我买一个玩具好了。买玩具是不是？嗯。那你挑一个。好，那你如果有喜欢挑一个。各位，你们觉得养这种女朋友病毒啊，傻笑。他突然开始加速。你喜欢这个，你会对这个有兴趣？可以测你哎。他找到了他喜欢的脚啊！不要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我看他跟你长得蛮像的，不然你拿起来跟观众，你比看看，你比看看，你看像吗？蛮像的吧，命就一模一样，命就一模一样。你像这个，我像，那我蛮帅的、啊。有没有信心？我会丢啊！我教你。你的眼神是怎样？看我的眼神是怎样？这个还没粘好。这样会太紧吗？不会。应该蛮漂亮的。OK。还有。他们在学怎么用滑轮。我已经会了。我们三个算优势吧。你看空花者在干嘛？行吗？小心小心。认真溜，如何？刚刚滑轮滑的怎么样？好累哦。很累吗？嗯。OK。现在今天天气很好啊，各位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小故事。喂，不要讲了。啊，不要讲，不能讲吗？很蠢哎、欸。他很可爱哦，他为了跟我出来约会，他还做晴天娃娃。然后掉出来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。今天本来说多少降雨几率？90，今天90吗？今天90啊。OK， 我们成功赌了那10%成功。我们等一下去游乐园。
阳光下的你特别好看。不行 ，OK， 我很想上去，但是没有办法，就是看你们玩就很开心了。对，布包包，对对对，各位看一下，不要害怕，害怕就叫我的名字。顾行李大队，我们是新好男人，都是帮女生顾行李。对，我们超级暖的，没这种男生到底哪里找啊？我们不会把女生丢着自己跑去玩，不会，不干这种事，绝对不是因为我害怕。是我们要贴心呀、没错没错，这两个人明明怕的要死。好玩吗，亲爱的？好玩哦。好玩啊，好玩哦。我不玩那个，看我们到底要不要去。我是不要玩那个。你敢上去吗？我不敢、好了，走了，快点。OK 啊，太残暴了。可以吗，皇帝？ OK 的，没有问题。双手先帮我举高哦。双手举高是不是？对，前手先帮我，不好意思。很晕吗？装好，很晕吗？这是我们这边最晕的设施。最晕，它就太好了。它会转很快，是不是？它不会转到很快，可是因为它是定点绕，如果有吃饱再来的话，可能会非常不舒服。好，没事的。那大家身体不舒服的话，都跟我们反应哦。好，那、在上面可以反应吗？可以大叫。OK。你看我没声音啊？这个部分，这个还不会有离心力耶。OK 嘛，各位，我玩了最晕的嘞。你刚眼睛要打开啊？没有，我一直看地点。我眼睛一直闭着，闭着更容易。我很勇敢吗？虽然我现在看起来很憔悴，帮我整理一下头发 ，OK 吗？我会整理男生的。随便拨两下。OK， 有整理到了，有整理到了。OK， 各位，我刚刚只是演戏，好吃兔，演戏一下好不好？各位，你觉得我们两个登对吗？你觉得灯对吗？觉得还好。靠腰啊！不跟你拍了。OK， 我们接下来要玩那个十一站，但是应该是还好啦，不用戴眼镜那些嘛。没关系，你会怕是不是？我会笑你。看一下哦。你不要闯进我的。什么？后面不要有你，很脏。会怕吗？会。会怕。没事，我罩你。帮我往中间站哦。好，往中间站。哎呦，这还好吧？这还好吧 ？OK， 这里不能录影，我们先关。谢谢。谢谢光临十一站，东西饮料。如何？好可怕。很可怕吗？我有保护你吧？有啦啊、OK， 那今天一整天的约会下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除了我想吐之外，应该。还算不错吧，可能不错啊。对，下次我们两个再出来，不要跟他们，我们两个自己出来。下次要拍我的啊？拍你的，好，没有问题。什么时候你再跟我说 ？OK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的影片到这边告一段落，那大家都回来。你不用小铃铛叮叮叮。好，那记得订阅我，打开小铃铛叮一叮。谢谢大家，我皇帝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易龙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了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今天你觉得给我们的约会评分你要给几分？满分是十分，你会给几分？生日快乐。好呀，给分数。十分。十分，满分。可是我刚刚在那边不舒服哎。很好笑。很有效果。OK， 你看跟我约会多幸福，有没有女生想跟我约会？底下报名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报名吗？报名试试看啊。好啦，那我们影片到这，拜拜。